他们今天选择翠云最喜欢的歌曲来吹奏，献给我们敬爱的翠云。这个时候带他走，那么也是让他解脱病痛苦海。你付出真诚、善良和无私的关爱，帮助癌友走出生命困难，活出精彩，因此得到所有爱你的朋友衷心尊重与哀悼。我们很肯定的相信，现在的你依然随时创造天使般的奇迹。翠云，祝福你安心自在，快乐飞翔。生命不在于长短，二姐的灵性，她选择了用不长的生命，可是她活出了她生命的精彩，她生命的使命，所以也非常感恩我的二姐。他给了我们这个礼物，那我也非常非常真诚的感恩大家的到来，来欢送翠云，谢谢。我们请陶同学来为我们唱这首歌吗？我以为出心中的话，我看见，我看到了心中的故事，在勇敢地写着生命的唱片。谢谢你送给我生命的春天，谢谢你带给我灿烂的笑脸，谢谢你陪伴我温暖的冬天，谢谢你送给我生命的春天，谢谢你带给我灿烂的笑脸，谢谢你唱出我生命的蓝天。有翠云在的地方，一定就要欢笑，要愉快，因为他这一辈子带给他身边所有的人无限的爱、无限的欢乐、无限的愉快。